2020年9月16日18点，韩国孔子文化中心总裁朴红英作为孔子旅游大使受邀，参加在济南举行的2020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线上开幕式。大会以文旅融合发展、乐享好客山东为主题。山东省委书记刘佳毅出席开幕式并讲话。我宣布2020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即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。省委副书记、省长李干杰主持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致辞，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出席。此次开幕式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，跨越空间和疫情的阻隔，进行线上交流，共同为推动山东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。会议最后，刘佳毅书记通过远程连线方式为10名新晋孔子文化和旅游大使授牌。